大家好，我是济南面塑传承人骆随。今天呢，我和大家一块儿学习一下关于济南面塑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呢，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面塑的概念。然后好多人一听说这个面塑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什么是面塑。面塑呢，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塑是源于先秦，成型于这个汉代，是最初的时候是中国这个古代祭祀用的一种元素。面塑的这个材料呢，主要是以这个糯米粉和面粉调和而成，然后再配以不同的颜色，制作成不同的面团。然后面塑的大概的分类呢，咱以它的用途来说的话，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说是花馍。花馍呢，它是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一种这个面塑题材，但是它呢说制作工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也没有说很精致的部分。另外一种呢，就是写实性的，是纯工艺品性质的，它不能食用，只是用于当这个观赏用的工艺品，比方说这两个人物，它就是面塑的第二种形式。然后大家可能就会问，这个学习面塑有什么好处？首先呢，说能提高这个学习者的观察分析能力，因为你要在制作每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肯定要先了解它的结构以及它的组成。再一个就是能锻炼大家的这个手眼脑的协调能力，因为咱要制作的时候，好多这个初学者都会说眼睛看会了，但是手还不会，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手眼脑协调能力不强，但他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呢，这个协调能力就会大大的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说咱学习这个面塑呢，可以提高咱这个学习者的这个自信心，可以丰富大家的记忆力、想象力还有创造力。然后面塑的特点呢，面塑相对说这个传统工艺里边来说呢，面塑的这个取材比较方便，因为说在古时候每家每户都有这个面粉，它只要说把它和成面团就可以制作了，不需要说太多的这个工具啊，像一个场地的要求都不是很严格。再一个就是说是传统的面塑呢，它的材料是咱们直接可以食用的材料，所以对人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再一个就是面塑的题材，像面塑的题材在传统面塑里边这个题材的话，选题就已经很丰富了，像这个人物、花鸟都有这个制作的。到了这个近代的话，它的这个题材更加丰富了，像我这个现在电脑上这个图片的话，它就是一个游戏里边的人物。再比方说我面前这个小牛的话，它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十二生肖的形象。然后我现在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的这个面塑的工具。首先呢是这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工具像一个小刀一样，它也是面塑里边一个最常用的一个工具。它这一头呢是一个刀形，然后这一头是个尖的，主要制作这个人物开脸，包括这个衣纹制作，这是都能用得上的。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一个扁形的一个这个叫我们在这个面塑圈里边叫它滚子，它也是主要应用于它这个压这个衣褶，再就是说在开脸的时候做眼窝眼睛的时候能用得上。再一个是一个直接就是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的滚子，也是主要应用于它这个制作嘴巴眼睛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辅助工具，比方说这个擀面竹，它主要是在制作衣服的时候可以把衣服的这个片擀得比较薄一些。剪刀的话主要制作这个手，因为它制作手的时候制作它手指头，这个剪子是比较常用的。再一个就是钳子的话，可能是做一些小型东西的话基本上用不大着，但如果制作一些大型的东西的话，可能需要这个铁丝做骨架，
这时候就能用得到钳子。然后再这就是两个这个大小不等的两个这个压面板，它的作用的话也是比较多。比方说在咱在搓这个细条的时候可以用它搓，搓出来的时候它是比较均匀的，一会儿可能会演示到这个板的用处。再一个就是竹签的话，竹签的话基本上就是密这个传统面塑和包括现代面塑里边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再就是面塑材料，材料的话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面粉和糯米粉和好之后然后调制而成的，然后再根据你的需要把它调成不同的颜色。好，这样咱今天的这个理论知识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和大家一块儿制作一下这个小牛，因为按照中国的这个农历计算，明年的话是牛年，这样的话咱制作一个牛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是这个咱的面塑欣赏这么一个小环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套这个传统的面塑十二生肖的制作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十二个生肖的话基本上是按照他们在咱们想象当中的一些作用和这个地位给他们穿的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比方说第一个老鼠的话，仔细看一下，它是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夜行衣，然后抱了一个油瓶。它的这个故事情节的话就是取决于这个 小老鼠偷油吃了这么一个小故事。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呢是咱们这个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里边这个孙悟空最辉煌的是一个形象，就是他这个大闹天宫，然后穿的这一身这个盔甲。这一个呢是叫继往开来，这是在去年，也就是说是201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由我们这个济南市面塑协会七位传承人共同制造完成的一个大型的面塑场景。这两件作品的话，一个就是麒麟献瑞，因为麒麟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神话里边寓意是富贵吉祥的。旁边的话是一个关羽。这两个的话，一个是这一个头上有两个这个雉鸡翎的，是三国时期的著名的武将吕布。旁边这个的话是赵云、赵子龙。然后这几个小人物的话是游戏里边的几个小人物。然后通过咱们看这些作品欣赏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得到面塑的这个就是制作起来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可以制作各种形象的东西。感谢大家对面塑的关注和支持。好了，这样咱今天共同学习一下一个十二生肖丑牛的制作。咱今天要做的小牛的颜色呢是黄色的。首先咱把这个黄色的面泥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咱用手里边这样充分的把它揉匀它，因为咱这个面泥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泥的上下这个软硬度它是不均匀的，这样咱揉一下把它揉匀它。揉匀之后呢，取一块适当大小的泥进一步把它揉匀。揉到什么标准呢？揉完之后就是说你把它搓成一个圆球之后，在这个圆球的上面尽可能的没有太多的连接的痕迹。如果不行的话就进一步把它揉，里边如果有疙瘩的话把它挑出来。揉好之后呢，把它先放在旁边，然后再取一块白色的，这样呢把这个黄色的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慢动作的话直接是把中间按出一个坑来，但不要把它按透了，这样把咱这个白色的放到里边，
然后从它的背面这样把这个白色的给它翻出来，然后看一下它的现在这个白色的已经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这样再把它揉成圆的，让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面是白色的。然后现在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白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渡出来的白色的，没有断层。然后把咱这个搓好的这个圆球放在咱事先准备好的竹签上面，轻轻的把它包裹住，把它下边这个封口的地方给它压结实它。这时候呢，把咱这个小牛的脑袋尽可能的给它修成一个椭圆形，而不是一个正圆形。修成椭圆之后呢，这时候就用到咱这个滚子这个工具，这样在它这个整个脸的大概二分之一的地方轻轻的压一下，压出它的眼窝来。压好之后呢，再用咱这个大拇指的拇指肚把它的两个腮给它压出来，下巴稍微往下给它按一下，压好之后还是用咱这个拇指肚把它这个眉骨，就是眉毛这块骨头眉骨这个痕迹给它做出来。这样这一个它的脸型基本上就出形了。出来之后呢，然后咱再做它的其他的五官。首先是它的鼻子，鼻子呢咱用白色的刺成一个椭圆的形状，然后轻轻的放置在它这个下巴的上边，放好之后轻轻的按一下。这时候呢，咱用了咱这个主刀刀形的工具的这个尖的这一头，把它的两个鼻孔给它戳出来。鼻孔不要戳得太大，如果戳得太大的话，就有可能像小猪的鼻子了。然后在它这个嘴巴大概是五分之一的地方，向下五分之一的地方做出它的下嘴唇，轻轻的往里压一下。然后两个嘴角，压好之后呢，再用咱这个圆柱形的工具把它两个嘴角进一步的给它修饰一下。这样的话，现在如果能看清这个表情的话，它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是个微笑的一个表情。做完它的嘴巴和鼻子之后，接着是眼睛。眼睛的话，咱用咱这个圆柱形工具尖的这一头大概的给它找出它这个眼睛的位置。在做眼睛的时候呢，眼睛和鼻子尽量让它紧凑一些，眼睛不要做的太离着鼻子太远了，那样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呆板一些。点好之后呢，然后这是用这个6毫米的仿真眼直接给它装上就可以。如果咱手底下没有仿真眼的话，也可以用黑色的直接做上两个黑点也是可以的。装好之后呢，用咱这一个扁形的工具给它往里压一下。在做的时候眼睛一定要往里压一下，不要让它的眼睛说往外凸。压好之后呢，再用咱这个圆柱形的工具在它眼睛的斜上方，眼睛的斜上方确定出它这个两个牛角的位置，两边一定要做到对称，这样取一块棕色的，搓成一个小水滴的样子。
然后咱搓这个水滴的话，如果是刚开始学没经验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我这个方法。首先呢，是让你的这个小拇指的手掌这一侧挨到桌子上，大拇指这边微微的抬起来，然后轻轻的一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简单的水滴就出来了。搓好之后呢，直接给它装在它这个刚才咱确定好的牛角这个位置。这样两个小牛的牛角让它稍微往上弯一下，这样显得比较可爱一些。然后再取两块和牛角差不多大的黄色做它的耳朵。牛的耳朵呢，在牛的耳朵的话位置的话是在它牛角的正下方。装好，装好之后呢，还是用到咱这个圆柱形的工具，给它把它的这个耳朵眼给它扎出来。这样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小牛头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这时候呢，咱在它这个额头处给它拿这个红色的做一个小装饰，很小很小的一块，也是轻轻的把它搓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水滴的形状。搓好之后呢，用咱的小工具把它挑起来之后，放到它这个额头的正中心。放好之后呢，把它压结实它。压完之后，用咱这个尖的这一头，在它这个下边二分之一处的地方，给它画个半圆。这样基本上一个火焰形的一个小花纹就出来了。这样它的头做完之后，接着做它的身体。因为咱这个小牛的话是装在小福袋里边的，所以它的身体做上一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很大。也是把黄色的搓成一个椭圆形，然后中间给它戳个洞，这样直接从这个竹签的下边穿上来之后，连接到它的身体上。连接好之后呢，咱用咱这个扁的工具把它的脖子和头连接的地方给它压一遍，这样是起一个加固的作用。身体做好，做好之后呢，再用白色的给它做一个白色的小肚皮。把白色的先搓成这个圆球，然后轻轻的把它搓成椭圆形的，然后直接在手里边捏扁它，贴到它肚子上就可以了。贴好之后呢，用咱这个工具给它压一下，固定，不要到时候不让它掉下来。接下来的话，它是在它身体下边给它做个福袋，福袋的话咱直接用红色的在这里呢，大家记住这么一个大概的比例，就说这个福袋多大呢，福袋的大小记着你刚才做小牛的脑袋的时候用了多大的黄色，你现在就要找一块多大的红色来做它的福袋。刚才咱说了，咱在用每一块牛之前都要把它揉匀，揉匀之后呢做成一个椭圆形，然后还是用食指把它戳个洞，戳洞之后呢，再用咱这个尖的这个工具的这一头给它扎个眼之后，也是像身体一样直接给它穿上来，然后再稍微修一下福袋的这个形状。好，之后现在是咱这个袋子的这个
下半部分有了，它还缺一个带子的口，带子口的话，咱是另外给它装上的。首先，咱把这个红色的搓成一个长条，这时候呢，就用了咱这个压面板，刚才说到了，用压面板把它压一下，压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条的话，它是粗细是比较均匀的。如果你光用手压的话，它可能粗细不均匀。 压完之后呢，咱把它压扁它，压扁之后，咱再用黄色的搓一个细线，先用两只手把它搓的尽可能的长一些，它的长短的话是和这个红色的长短是一致的。 因为它是要给它这个福袋的袋口的话，给它做一个这个装饰。当长度和粗细够的时候，然后再用咱这个压面板轻轻的给它压一下，压好之后，这样咱把它贴在上面，多余的去掉。 然后再拿压面板压一下，这样的话它起到它一个加固的作用。然后轻轻把它提起来，提起来之后，然后咱在它这个红色这一头给它压上几个褶，压好褶之后呢，这样咱给它贴在它这个。 福袋的口这个位置，给它贴上一圈。贴完之后呢，同样还是用咱这个扁的这个工具，把它这个接口的地方给它压一遍，给它结实它。咱这个接口的话，就说是这个。 这一圆圈的这个接口的话，留尽量留在小牛的身后边，这样它这个口成一个这个波浪形的。做完这一步之后，再用红色的做上两个牛的两个小胳膊。 这样，它胳膊的话，咱一只胳膊给它做成一个这种扶着这个扶着带口的这么一个动作。另一个的话，给它做成一个招手的动作，寓意是招财进宝的意思。 然后把它贴到它脸上，然后手心叫它往下，往下来，然后把这个带口的话进一步给它修一下这个褶的形状。修完这一步之后呢，咱再用蓝色的给它做一个福袋的这个。 做好之后呢，咱再用红色的做它这个福袋上面这个福字。首先把这个红色的搓成个圆球，然后把它压扁它。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圆形的片儿，这样直接给它贴在这个红色的福袋上。完事之后，现在大家一看到可能是说红色贴红色，它不明显，看不出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咱用这个黄色的搓一个细线。 把刚才咱这个
福袋上这个福字这个圆形给它圈起来。但如果大家初学的时候这一步不好做的话，也可以找一个黄色的笔把这个福字这一块给它画出来，直接写出来也可以啊。但是它那个立体效果的话不如这个效果好。好，然后用咱的这个尖形的工具大概的描一下你要写的这个福字的这个纹路。描好之后呢，咱再用这个黄色的这样一笔一笔的把这个福写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福字的话，它的左边是一个士，出士的士的一个士字旁。是写完，写完之后接着再写它旁边的这个。这个符的另一半。首先它上边的话是一横。下边是一个口。这样口的话咱直接就搓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长条。最下边是一个田，田的话和写口差不多，但是它的要比口大一些。首先也是做一个比较长的长条。然后在里边写个十字就可以了。这样这个福字就写出来了，可以看一下。写完福字之后呢，然后再给它这个福袋的口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中国结，
做一个蝴蝶结给它装饰一下，把这个还是把蓝色的搓一个长条，吃好之后呢，把两头稍微去一处。好，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蝴蝶结怎么个做法。首先，在它中间大概中间的地方交叉一下，交叉之后，然后把它这个上面挑下来之后粘到交叉这个地方，然后装饰到这个福袋的一侧，尽量不要把这个蝴蝶结放在中间，放在中间的话，咱正好把这个福字给挡住了。这样贴它一侧之后，然后把让它这个剩余的这个袋子可以往旁边延伸一下，但不要把字全部挡死了。然后再用橙色的。做好2个小元宝，装饰在它这个福袋的周围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元宝是怎么做的，首先也是把它搓成一个小圆球，圆球之后把它搓成椭圆的，然后用咱的这个拇指和食指，两个拇指食指相互配合，首先捏出来一个像个小船一样的形状，大家还能看到捏成个小船的样子，然后按到它头上。按好之后呢，再找一个小圆球，不要做的太大，稍微小一点，直接放在它这个元宝的中间就可以了。然后再做一个放在福袋上边。好，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好了，这样咱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这个对面塑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能通过今天的学习，能更多的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这个中国面塑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好，谢谢大家。